这个人生多美好。在哪里呢？就在此地，就在当前呢。你念头一转呢，幸福美满啊，转不过来那是造孽受报啊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一念就转变过来了。我们接着看下面。举的称扬诸佛功德经啊，这个经上这么说的：若有德闻无量寿如来名者啊，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听到这个佛号，一心信要。关键在一心，一心是真心。真心要是爱好欢喜啊，持奉诵念啊，自己真的发心念佛，其人当得无量之福，永当远离三途之恶，命中之后啊，皆得往生彼佛刹土。果报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想修福，最大的福报是念佛人。念佛人现前所得的福报是清净无为，一般人不知道这是福啊。你要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审谛啊，你去比较，你才真正发现呢，这是无比殊胜的大福报啊。我们用释迦牟尼佛做例子啊，释迦牟尼佛王子出身啊，父亲是国王，他是太子，19岁他舍弃王位，离开宫廷里面的生活，出去求学，啊，求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？过苦行僧的生活。这个人傻不傻？一般人们都看他傻小子。啊，有福不晓得享。没人知道，他所享的福超过那个帝王。啊，超过了，他有智慧，他一点都不傻了。啊，参学12年，我们要了解，那个时候没有现代化这么的交通啊，资讯完全没有。啊，3000年前，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记载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，佛出生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课诵本里面，啊，
佛诞界的普福啊，里面都还提到啊，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甲寅啊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啊，灭度在周穆王。照这个几年呢，啊，中国古时候都用这个几年。释迦牟尼佛到今天3038年啊，跟外国人讲2500多年，相差600年了。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它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便在这上打妄想啊！你去搞考证，叫妄中之妄，不如老实念佛啊！咱不打这个妄想啊！3000年前，释迦佛给我们示现的苦行僧啊，啊，求学12年。最后也放下了。19岁离开家庭，我的想法，他是放下烦恼障。30岁也不再去参学了，啊，把求学放下了，是放下所智障。2种障碍放下。菩提树下入定，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2障没有了吗？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，一生教学，你看他老人家教学又没有道场，住在哪里？住在树林里面，游牧生活，居无定处，今天在这，明天又搬家了，又走了。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天天搬家，到处游荡啊。没有一定的处所啊，这个团体还不小嘞。长随众1255人，加上释迦佛啊，1256人，这么大个团体啊，我们会想到，一定还有临时来的人啊，不是长随众。跟着佛1个月、半个月、1年、半年的，一定很多。啊，他这个团体绝对不会少过3000人。啊，这我们有理由相信的，这么大的一个团体，啊，在野外活动啊，啊，他们干什么呢？全是教学，除了托钵之外，啊，就是上课啊。啊，跟释迦牟尼佛求学没条件，他又不收学费。啊，他的条件大概就是要跟他们过同样生活，啊，也得有能力。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那我们相信，啊，对释迦牟尼佛教诲一定相信，能够理解，听了欢喜，认真去学习，一定这具备这一条件。啊，教了49年，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。
宗教里头还有礼拜天休假，释迦牟尼佛没有，逢年过节也没有看到经典上讲放假的。最好的老师啊，负责尽职啊，又是一个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的啊，多元文化啊，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文化水平，也不分宗教信仰啊，只要肯来学，一律平等对待。我在刚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，你想学佛，先认识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你对释迦佛一无了解，你就无从学起。这个话讲的，我听得很欢喜啊。啊，他叫我看，我看第一部书就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唐朝人写的，啊，都是佛经里面讲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劫的故事，编辑成一本。啊，我们对释迦牟尼佛认识了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教育家。啊，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，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。佛陀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但是现在他变成宗教了。啊，你也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啊，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啊，我的看法了，有六种不同的佛教。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啊，释迦牟尼佛传统教育的佛教啊，佛教式教育很少很少了啊，很少见了。啊，在中国古代很多，大概在乾隆以前，佛教还是教育。啊，往后慢慢就变质了。啊，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现在有宗教教育，啊，宗教的佛教，啊，在近代，啊，还出现了几个，就学术的宗教，啊，你看很多大学，哲学系里面呢，用佛经，啊，开佛经，佛经哲学这一门课程，啊。我在早年还教过五年，啊，变成学术，变成知识，啊，这不是真正的佛教，啊，这个近代的时候，晚近呢。我发现了有观光旅游的佛教，还有企业好像开连锁店一样，企业的佛教啊，最后一种有邪教的佛教，六种啊。我们今天学佛，你学哪一种佛啊？这不能不清楚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真正传下来的那就是经典。完全学习经典的时候，
这是释迦牟尼佛祖传的，世代相传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古大德做的这些注解，这就是代代相传的。所以我们肯定佛教是教学。与其他的不相干了。这我们首先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不要把路走错了。这是最初这个方东美先生跟张家大师指我这条道路。方老师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在经典里面一定到经典里面去找，你就找到了。张家大师是干脆就是教给我，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学佛人的好榜样，正确，没话说。我们认识佛教的本质。佛教它讲的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就说一句话，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经的术语叫诸法实相，般若经上说的。用我们现在话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科学是研究真相的，哲学也是研究真相的。我初学佛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的是哲学，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这样入门的。我受方老师的影响三年。就是完全用哲学来看佛法，会有问题啊！因为它里面讲天地鬼神呢，那这一部分怎么办呢？这一部分是叫它做迷信，它有哲学，它有迷信，把它分两部分。哲学这一部分我们好好的学习它，迷信的别理它。大概就是一般学宗教的让他们去学的。是不是三年以后越学觉得不对劲。方先生自己晚年也转过来了。他的境界也逐步提升。我跟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呢，不到50岁，40多岁。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再提这些话了。肯定的。我们原先以为最高哲学那是佛法的门面。看到门面，里面没看到。那么他说的迷信的理论是里头登堂入室，越走越妙。难得今天科学证实了一部分。只是证实了一部分。
啊，这一部分是物理的一部分。啊，心理的那一部分还没有证得。啊，但是心理是物理的基础。啊，这近代科学家发现，没有心理就根本没有物质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是从心理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而且心跟物永远不能分离。啊，从最原始的它就结合成一体。啊，这是现在物理学家承认的。啊，但是心理从哪里来的还搞不清楚。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。啊，在佛法里都有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一句话：业心信要念佛，当得无量之福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事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。佛门里的求 啊实实在在呢，不是佛门，是从你自信里面求啊。华严经讲得那么明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福德啊，这个德相德是德能，相是相好，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，无量的福报啊，无量的智慧啊，无量的德能啊，的能力，万德万能啊。啊，宗教里就赞美上帝啊，万德万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是你的自信。啊，只要你把障碍放下了，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障碍。啊，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无明烦恼。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，这些东西一放下就恢复了。啊，恢复你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的能的相。永当远离三途之恶。啊，三途的苦报永远离开了啊，再不会到这个里面去了。三途里面的众生，如果跟你有缘，求你去帮助他，你去不去呢？去。虽去，你不受他的苦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有业因啊，有因才会感受到苦报，你们有这个业因，你去是菩萨现身啊，到里面去救拔他们的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能现什么身，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，他们需要用什么方法呢？你就用什么方法，活活泼泼，
自己没起心动念啊，众生有感，你自然就有应，这个应就反应啊。所以变法界现身，变法界说法，你没有起心，没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释迦佛当年在印度示现就是这样的啊。佛跟大家讲经，特别是大单元的啊，像华严啊、般若啊、方等啊、大集、宝集，这大单元的佛没有讲稿啊，没有写个大纲，没有啊，随便说的 啊记录出来，那么样有层次有条理啊，他的思想体系啊，表达的语言章法那么样的严整啊，你一丝毫的毛病都挑不出来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叫心得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，学佛的目的在哪里，怎么学法了。学佛一定要见性，但实在见不了，怎么见不了？就求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，先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会下明心见性啊。我们得依靠一个好老师啊，我们要依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啊。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学习环境不能不去啊！要不去，那你这一生就大错特错了啊！干什么样的错事，无逆失恶都是小错啊！不知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是大错那为什么呢？无逆失恶，只要回过头来真正忏悔念佛，通通能往生，那是小错啊。没有一个人不能到极乐世界啊，没有一个人不可能是一生圆满成佛啊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，坚定的信心，不改变的信心啊，这一生决定成就啊。自己真修真干啊，你修学的功德就能保佑一个地方的安全啊，就能化解这个地方的一些灾难。为什么不干呢？又文殊般若经云：“众生愚钝，观不能解，但令念身相许，自得往生。”啊，这些话是文殊菩萨说的。啊，在华严经它代表智慧啊，众生确实愚，确实钝，钝是迟钝啊，愚痴迟钝啊，观不能解
皆是理解。大小乘法里头讲到修行，都用直观两个字做代表啊，直是停止，就是放下啊，观是照见，是明了啊，也就是张家大师所讲的看破啊，看破是观啊，放下是止啊，啊，我跟出家人接触那是第一天的，跟张家大师见面的啊，在这个之前跟出家人没见过面啊，头一天跟出家人见面，我问他修学的方法啊，他没有跟我讲止观，要讲止观会把我讲糊涂了，可能我下一次不会再见他了，为什么？听不懂，这叫谈学说妙，听不懂啊，他有智慧，善巧方便，他跟我讲看破放下，哎，这个我听到好像是懂了，其实没懂啊，自以为懂了，看破放下，好，看破是观呐，啊，放下是止啊，啊，止是定啊，观是慧呀，啊，观不能解。为什么？愚痴迟钝啊，那就得用念佛的方法啊，教他念身相许啊，他只要把这句阿弥陀佛念好啊，大势至菩萨教人净念相继啊，什么叫净？不怀疑，不夹杂，这叫净啊！啊，相即就是一句接着一句，一直念下去。啊，每一天，如果你有工作，你照样做你的工作，工作做完了就念佛。啊，佛号就提起来，这叫相继啊，或者是不是用思考的这种工作，一面工作一面可以念佛啊，要用思考的话，那就把念佛停下来啊，专心去工作，工作做完了佛号再提起来，这是真念佛人呐！啊，印光老法师传给我们的方法，是针对我们现代人。啊，他出现在现代，教给我们这个方法非常有效。啊，这个方法能帮助我们把妄念念掉。啊，这是念佛第一个目标。这为什么要念佛？把妄念念的，因为你不念佛，你是大妄想，胡思乱想。啊，用这句佛号啊，把所有的妄念取而代之。念佛的道理在此地，这第一个道理。啊，我们说和念佛跟阿弥陀佛相应可以往生，那原之原意了，你念佛里头有夹杂就不能往生啊，把你念佛的功夫全都破坏了
啊，念佛往生必须是净念相继，我们现在净没有啊，啊，念有不净啊，心不清净啊，这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印光法师教我们三个清清楚楚，就能把妄念念掉。啊，就是你念的清清楚楚，口念的清清楚楚，啊，不能念快，慢慢的念，不要用念珠，用心去计数，啊，计数啊，只计一到十，知道我这一句佛号是这十句里的第几声，清楚。你看，念得清楚，耳朵听得清楚，听自己念的声音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。啊，念到十，然后就从一到十，永远从一到十，不要念十一、十二啊，二十三十，不要这念法。啊，就是从一到十，啊，心里记数，清清楚楚，这方法好啊。啊，胡小林念了四个月，要告诉我非常的受用。啊，过去念佛心不清净，这四个月下来，心清净心现前了。啊，所以他在此地做了四个小时的报告。啊，他念佛的心得。啊，给大家来分享。啊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这个样子慢慢的念呢，你心就清净了，清净心一段时期就得定，这个定叫念佛三昧。啊，你就得念佛三昧了，得念佛三昧继续不断的下去，啊，一直念下去，我相信两三年你就开悟了，啊，纵然不能大彻大悟，大悟是肯定有的，啊，不能彻悟，大悟是肯定有的，啊，只要你坚持，继续努力，绝不懈怠。啊，决定不换题目。啊，有个十年二十年，大彻大悟就有可能了。啊，大彻大悟往生是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不是同居土，不是方便土。啊，如果你得三昧了，得念佛三昧，大悟，一般应该是生方便有余土，啊，不在同居土。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争取得到的，啊，就是往生提升自己的品位。啊，又静修皆要，赞念佛法门曰：静修皆要，是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住宿啊，他老人家住宿非常是好。进修捷要捷径呢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六字同摄万法，一门即是普门，全思即理，全妄归真，全性起修啊，全修在心。啊，我们先
说说这几句啊，六字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这六个字同时万法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都归这六个字啊，十方三世无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，也不能超越这六个字啊。这六个字是什么？是一切佛法的总纲领。你抓到这六个字，就是把一切佛法全都抓，全都掌握住。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很多人还想学这个学那个。他要是真的知道了，他什么都丢掉了，他就抓这六个字。啊，华严不出这六个字，法华也不出这六个字。啊，方等般若通通都不出六个字。这六个字到底什么意思？啊，六个字可以翻译的，不是不能翻译。啊，翻译经的法师还用梵音音译，叫尊重不凡啊，不是不能凡，尊重他啊，保持他的音，解释他的意思啊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啊。阿梵作物，弥陀梵作量，佛梵作聚。你看，用中国意思念是懂了。归命无量聚，这个名词你就完全能够理解，同时万法。无量觉，每一尊佛都是无量觉，每一个法门都是无量觉，每一个众生都是无量觉，每一个事物也是无量觉。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这话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前面我们曾经讲过，隋唐时代一些祖师大德，啊，他们共同来研究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。哪一部经是第一？研究到最后，阿弥陀佛第一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第一。啊，隋唐时代祖师大德们得出的结论呢？啊，证明六字同摄万法是真的。不是假的啊！六字既然同摄万法，那一门即是普门啊！普门是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！四弘誓愿里面说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一门就是无量法门。
无量法门就是一门。为什么？一门能见性。只要见性了，无量法门通通是自心流出，你把那个流出的本源找到了。所以啊，门门都通了。一个法门通了，门门都通了。如果还有一个法门没通，那你这一门没通，门门都没通。一通一定是一切通。所以一经通决定一切经都通了。你说我只会讲这部经，别的经不会讲，你这部经没通。通了，透彻了。通到哪里？通到自信了。东方人自古以来，的印度传到中国，也影响到中国。教学都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那么在中国，中国人知道，不同年龄这个阶层，他的心态不一样，记忆理解不相同。十岁以前，记忆力好啊，理解力很差。所以对儿童的教学只教他记，利用他的专长嘛。从六七岁开始教他背书，重要的经论全都让他背过。那是从六岁大概到十二岁，六年，重要的古籍全背了。背得很熟啊。十三四岁以后，慢慢就能理解了，就智慧开了。这个阶段给他讲学，跟他在一起研究讨论。讨论的内容什么呢？就是从前所背过的这些典籍。中国古时候的学校只有小学、太学，没中学。太学就是大学。小学专门在背诵，在学规矩。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。这个都是小学。必须要做到的。那是一生都不会变。规定读的这些经史子集，都是选出来的，老师选出来的好东西，一定要背过。十三岁进太学，听老师讲解，老师也是背过的，所以太学生度书之落落无穷啊，哪像现在念书念得那么苦啊。为什么？没有书本，不要书包，给你讲到论语第几章第几页第几个字，每个人都记得。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就不能参加他的讲堂，你就没资格。个个都是背得滚瓜烂熟。所以老师跟学生讲学自由自在活泼，
没有一丝毫拘束啊！啊，很多的老师都是带着学生去旅行，去游山玩水，去旅行，啊，旅行一面旅行一面就这个研究讨论，就上课。啊，学生对老师要孝顺了，啊，心目当中啊，老师就跟父母一样啊，尊师重道啊，啊，学生要服侍老师，啊，出门交通工具学生要负责，啊，你要驾车都是学生事情。啊，这个饮食起居通通学生自己要动手。啊，由是弟子夫妻老啊。啊，所以那个学习快乐。啊，出门去游玩两三个月回来，哎，这门功课讲完了。啊，尤其是经典里面涉及到地理历史，哎，他真的到那边去参去看，那等于说实地去考察，让你印象深刻。啊，就读书了，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我看那小朋友，啊，大概小学一二年级。背的书包那么重，人道不可以再来啊！你看多辛苦啊！啊，我们这个年龄生长在抗战之前，啊，过的是农村生活，念书，我们的书包里头只有两本书，很轻啊。啊，书包是个小小布袋啊，两三本书啊。而且现在这样看到真太可怜了，太苦了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干了。那一定要觉悟，想来想去还只有极乐世界好，除极乐世界想不到更好的地方。啊，我们想到了，那这是释迦牟尼佛又给我们介绍，啊，祖师大德又鼓励我们，当然没错，啊，我们的感恩报恩，啊，决定生到极乐世界真报恩，啊，佛欢喜，老师欢喜，啊，父母欢喜，啊，他们的期望啊，我们做到了。啊，底下再给我讲理，全世界理，理跟事实也分不开的。啊，事当中有道理在，那有这个道理，一定会有事现这个现象，啊，出现。啊，理很深呐，理透了，这个事。譬如讲今天灾难这个事情，但是事啊，怎么发生的？它有个道理在啊。啊，佛在《楞严经》上就讲得很透彻。啊，水灾，它真正的因是贪婪。啊，贪婪的心啊，干的是水灾。啊，嗔恚，干的是火灾。啊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这都是有火。啊，愚痴。感的是风灾，
傲慢感的是地震，这个不平啊，共高我慢啊，那都有因啊。啊，愚痴以前我们听祖师大德讲的少，现在我们看到了，哦哟，这个疑啊，啊，痴是风灾啊，贪嗔痴慢疑，怀疑。这个业力啊，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球太可怕了啊！疑是什么呢？疑是让大地啊松散了。那大地本来是监牢啊，你看我们念这个《地藏经》，监牢地神啊。现在我们怀疑，对圣贤怀疑，对传统教学怀疑啊，甚至对祖宗怀疑，对佛菩萨怀疑啊，严重到什么程度？对父母怀疑，对儿女怀疑，对妻子怀疑，没有可靠的人了，没有可信的事情了，到这种程度了啊，你看这个疑心病还得了吗？这个疑心病带给自己的伤害，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啊，全部破坏了。啊，你经不起细菌的挑战，你身心健康失掉了。那么感染的山河大地，山会崩掉，大地会沉到海底，这什么疑？所以我们能够把贪嗔痴慢疑舍掉啊，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怀疑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里头没有怀疑的人的啊。这个四的因我们找到了，然后想改变它，你就有了方法了。从心理上改变，心改变了，外面境界统统改变了。啊，物理不能改变，心理能改变。物理像诊病，能够知道它什么病，没有方法解决。啊，这个心理是有方法解决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